昨天，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公布了一段亚洲黑熊哺乳的画面。只见黑熊妈妈领着两只幼崽来到树下，不一会儿，小熊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喝起奶来。整个哺乳过程持续约四分钟。据了解，这是全国首次拍摄到的黑熊哺乳画面。这次拍摄到亚洲黑熊的画面，对于掌握和研究亚洲黑熊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。